吗？继续，哎，继续，是，哎呀，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《丰盛时间》，咱即摆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，来，会当敲电话入来咯。我最近吼拢腰骨酸痛，手嘛压袂悬，啊困嘛困袂好。真解拄啊好，我哩顶几工啊，才拄仔撞到一个人生，伊嘛是甲你同款的镜头，非常严重。是。是哦，是啥物病？安尼你来听我唱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爱斟酌听，这病真复杂吼，由咱阿宏来为咱解说一下。是，伊个症头是安尼。若是高空有电物拍到天灵挂，天灵挂，伫这个时阵安尼引起头颅的骨折，头壳飞起，所以也引致着按脑硬膜以下的迄种血肿，甲脑膜以外的水肿、水肿，所以伫通常这个情形之下，会产生脑部的局部出血、局部出血，哦，真严重。就是因为安尼，煞引起安尼脑颈椎底动脉供血不足，供血不足，煞引起了腰骨酸痛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伫别个电视台绝对听袂到这么啊专业的解说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对唔对啊？是吗？他有什么镜头？伊的镜头真多。大家观众朋友唔知伊的镜头是生做啥物形，我特别麻烦安尼阿信，来大家做一下示范一下。哎是，来第一项，不准不准，真正不准。地毛的打，精神分裂。无大无小，阿爸，钱过来，哦，今日犯了罪了，坏钱嘞，有犯罪企图，无钱你要安怎？怪事情会紧张，怪事情紧张，我查甫的我嘛会哦，查甫犯者严重的嘛会有啊，真的哦，够自杀的企图啊，我家安尼有啥物意义嘞？然后，因为精神的紧绷。煞引起了腰骨酸痛。阿叻，以前你药有效无？好，有，当然有效。即卖已经去种，阿爸，即卖已经去爬玉山咯，爬玉山哦，是。咁厉害？嗯，就是这厉害。阿叻，我要炸两组，你讲佮有上什么神仙水哦？是。我现在赶紧帮你把最后两组筋熬乱，下阮两个要家己吃，是是哦，是哦是哦，较紧的哦，哦，好加在够两组啦。